弟兄，虽然咱们前面考得不好，但在这里是咱们的主场。没错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怎么办？安静。好，飞人测试开始了。第一号，金正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，我才是注定引导魔道潮流的未来宗师。之前的考试根本不足以彰显我的天才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飞人。我要展示我惊人的实力。又是球，你们红山人真是爱玩球哎。这是给考生用的道具，能够根据使用者所想任意变换。如此壮硕的肌肉，矫健的身姿，沉稳的步伐，竟难以置信的是，我从来没有锻炼过，这大部分成年壮汉都绝做不到，绝非是第一环测试显示的那么简单的。你也太小看人类的极限了。你们可听好了，我从小就可以看到空气中的游离魔能。没错，我现在又看到了，这些魔能就在我的眼前漂浮，显示着我就是天选之人。虽然我还无法控制，但那是飞蚊症，你还是回去看看眼科吧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二号，全打定。让我再来一次，放开我。各位导师好，在下钱大定，下面我将展示钱家秘籍。下一个，在下清空水城这样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